没怎么见过你啊，小宝贝儿。可能因为你平时不怎么在学校上学吧。先别说这些了，我是想说，我也才知道小肉是个狂热的足球粉丝。哦，你喜欢谁？你要看是现役的还是退役的？都可以。杰拉德。不认识。下一个。我当然喜欢 C 罗。哦，上周他跟我一起吃饭了。要不一会儿宴会结束我们去踢球吧。他没空。怎么走了，两个小甜心？对了，朵山，我这身礼服真的是道明寺送的吗？啊，为什么呀？听说你们不是打了一下吗？呀，不好意思啊，背走了。别在我这儿闹了。朵山，你过来。换这双吧。哦，不用了吧。我家人跟我说，其实穿什么衣服不重要，但是我们努力奋斗，拥有一些更好的东西，就像这双鞋子，无非就是想要更好的东西，也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幸运吧。果然，不一样的人才能有在不一样的看待这个世界。哎，对了，为什么一定要学理科呢？怎么了？你走了，你的兄弟们不会觉得不习惯吗？其实我觉得我比你更了解这种心情，但是我觉得因为这样我也可以变得更好更强，之后我也能更好地保护好他们，你觉得呢？是我唐突了？不会，我反而觉得你这样很有魄力，你可以直接和小姨他们四个对战。好了好了，安静，欢迎大家的到来。今天呢是我们藤豪 baby 的生日，大家祝他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。